没婚后身材走中，梁鹤群无奈遭波及。他说你以前超瘦的，他说你现在怎么回事？只差没咬一颗凤梨或橘子哎。说真的，妹你有一阵子真的怎么样？你说你说，勇敢的说假的，来一点，你是不是男人啊？你都几岁了？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我们在52台被撤照，我们在 YT 被限流、被黄标，我们在脸书被检举、被降触及，我们全都遇到过。但是我们不放弃，让真相被听见、被看见。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 App， 这里永远不断线，请您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 App， 因为这个 App 非常贴心，中天的新闻、直播、节目全都在里面，一次满足。